啊，所以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大学开这些佛学课程啊，我还有这个缘分去参观英国伦敦、欧洲的汉学啊，我看牛津大学、剑桥、伦敦大学啊，访问他们的汉学系，给他们的同学交流。跟他们的教授们交流，啊，跟我最初跟方老师前面3年那个时候相同，把佛经哲学当作知识来研究，啊，他们走这个路子。可是真正的佛学，它不是知识，它是智慧。啊，它是真干的。从认知啊，它到力行啊，它能把它所学的东西完全应用在生活上。啊，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佛法表现在这里啊。实学，不是玄学，不是空谈的，啊，真的受用啊！啊，我们越学越深入，啊，20-30年之后才发现，这佛学确实，方先生所说的。啊，世界上真是最伟大的学问，而且是最实用的学问。啊，无怪乎汤恩比博士说，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也在中国，小印度没有了。啊，汤恩比博士修学的渊博深入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他。啊，这个话很不容易说得出来。